分享伊短短两三句话，你感觉你能猜对啊？你想要甲你回应，通常你会使甲按什么？赞。这时我要邀请两位兄弟姐妹，咱今日再伸出你的双手，两比大拇指，咱来跟咱所听的主耶稣来个按赞，行。
摕着我的烦恼，互我甲你笑。互摕着我的烦恼，互我甲你笑。亲爱兄弟，伫几天的生活中，你敢有时刻深深的感觉，主啊，我需要你。主啊，我需要你。我需要你摕着我的烦恼，互我会当甲你笑。最近当我现开报纸拍开电视的时阵，我实在我就充满着对生活的惊念，甲对人的失望。食品安全即马出现真大的问题，家庭法案无完全，搁在推演，在进化。这问题拢总予我想着，伫个心内。来亲戚后头讲主啊，我真正就需要你，因为这个问题实在超过超外，我会当去面对甲去解决。这时阵，当我每一届面对这个问题的时阵，我知影我有处，我有处，通去挖来挖去。所以今仔我邀请每一个兄弟，当咱为了这个世代。为了咱的国家，为了咱所有咱徛起的遮个，咱的周围的遮个兄弟姊妹来祈祷的时阵，咱嘛为家己来祈祷。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中，安尼我会使会免当面对遮个代志，而且会当无忧愁，无惊迷路，咱做伙来祷告。我将你的每个念挂在心。
菲律宾，伊拄着一个真大个风灾个伤害，会晓真侪人员个死亡，甲着财产个损失。而且灾民，伊毋仅伊国家个父母官会当提供予伊帮助个时阵，伊得着真大个伤害。我看新闻报道，伊访问着一个灾民，伊是一个查某人，伊讲当大水来时，我细囝伫我身躯边。我第一个想法就是，我想要伸手给伊抓好条。总是伊讲，迄、那个大水的困难伤过强啊，我的手伊袂抓，所以我细囝替我大水冲走。在这个诗歌内底，我真感动一句话，讲你敢知影主疼你，可能亲像老爸疼囝儿子。总是咱拢知影，咱地球的父母伊疼咱。总是伊的困难是有限的，亲爱的姊妹，当大水泛滥的时，咱的天边有缘的地间做王，不管风雨强恶大浪，属伊的人拢会得到平安，拢无挂碍。世上动乱的时刻，伊有缘的坐伫宝座顶掌权，伊的正手有缘的压扛全地，属伊的人拢无挂碍。上重要的是。恁着啊，咱着啊，会记哩将咱的双手伸出来，把咱天父的手依附着，大家来唱这首《望主疼痛，手疼你》。